我觉得最难笑的艺人呢是易翔，因为他的表演完全没有灵魂。我觉得最不好笑的是易翔，就是因为我每次在看电视的时候，如果找到他，就不会很想继续看下去。因为他每次都只会卖什么，好像都没有新招。最不好笑的是易翔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幽默感，然后但是又硬要撑场。他只有被欺负的时候最好笑，其他都无聊。讲话超干的。山猪跟易翔就是一个比较无知，一个比较猥亵，所以真的没有什么好笑。易翔带来的平凡表演，入。Let's go。你弄破的啦，你弄破的啦。江湖几条抓，天道几条抓，天条抓来小家，家族的命还来抬，我家老祖宗拢敢为我来，为我来，人我看到乌江乌船，看到白鸟白船，台湾有高的船，不是是吃的，搞会把花散了，家族的船在小家，在小家，家族的命来抬抬抬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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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，哇 ，fantastic baby。我跟你讲，这一群的如果集体送到神经病院，人家是不收的哦。会退回，整批退回。因为你这太当真了嘛。陛下才在跟你讲，不要再卖蛇。你还带两条真的？我想说，今天终于有鸡嘴梗，有没有看到？鸡爪一个，哦，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我也是不想要卖蛇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哥哥现在在电视机前面，看到你这段表演，他已经吸氧了，安那样啦。没有。